请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吧。大家好，我叫拿破票，是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吉祥物。下面请让我来带大家去挖掘一下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吧。好吧，出发吧。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位于名古屋市北边，从名古屋市中心驾车经由高速公路大约需要15分钟。机场巴士从名古屋火车站等几个火车站出发，我到了。在2005年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的同时，名古屋机场则改为小型飞机专用机场，并改名为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旅客通道集中在航站楼的1楼，实现了不需要上下移动、布局紧凑合理的设计。不论是儿童还是老年人，任何人都可以放心使用。机场内的商店里有很多以名古屋为主和周围地区的土特产。在咖啡屋可以品尝到全国有名的名古屋小吃呢。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小型飞机专用机场，在日本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吧。魅力其一，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小型飞机专用机场。色彩斑斓的小型飞机连接着名古屋与东北及九州地区等日本各个城市。接着，我来为您介绍一下飞机的搭乘方法。从航站楼的入口到登机口仅有200米，非常近。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小型机场，旅客的移动距离短，旅客能快捷顺利地乘坐飞机，其便捷性出类拔萃。而且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在停机坪上修建了带有屋顶的登机走廊，旅客从航站楼走到飞机时不需要上下移动，只需平面移动。这种方式的登机走廊是在日本最早引进的。我也和大家一起登机了，真的很舒适快捷啊。魅力其二，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是日本第一个拥有商务机专用航站楼的机场，其设备十分完善。商务机不受出发地、目的地的限制，可以随时直接飞往目的地。现在商务机已经成为国际商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移动手段之一。跑道长达2740米，大型商务机也能在此起降及停泊。
商务机旅客与普通旅客的通道完全隔开，高度保障了商务机旅客的隐私和安全，同时实现了快速出入境。魅力七三，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魅力不仅于此。作为执行警察、消防、防灾业务的直升飞机基地，作为报到、测量等航空活动基地，甚至作为直升飞机、小型飞机维修基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公司能提供直升飞机空中游览服务，您可以享受空中游览飞行、空中散步，让您饱览优美的风景，真让人兴奋不已。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还有可以清晰观察飞机的瞭望台。瞭望平台比地面高得多，以便观赏跑道。哇，好多飞机在飞呀。对了，机场的周边还有支撑中部地区航空航天工业的重要设施。现在特别为您介绍一下这个设施。在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临街设施内，正在进行新型飞机的开发。在其核心设施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建成的名古屋机场飞行研究基地，为了开发新的飞机，正在进行着飞行实验等各种研究。哇，太棒了！另外，在临街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的三菱重工业公司的工厂，正在着手进行日本第一架国产小型喷气式客机 MRJ 的开发以及生产。我们期望带动今后的日本航空航天工业走向辉煌。我们期望爱知县营名古屋机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发展，中部地区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我也面向未来，出发！